在是7:30早上。住我的小号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我是每天早上都会喂我兔子，因为我的小号已经有一个小 vlog， 可是今天要只拍 YouTube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曼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可能拍这个影片有点不习惯，因为毕竟跟前几个 video 都不一样的形式。那么呢，今天的这个影片是关于我想记录下来我一天里面会做什么事，或者我接下来在一天里面会做什么事情啊。那么今天是一个 weekday， 所以现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上网课，对，上网课。About the event, one event. This. 冲一门，冲一门哦，冲一门。哟，我现在是12:30，我现在。上完课要去买午餐，我本来是要自己煮午餐吃，可是刚好冰箱的材料用完了。你们一定很好笑，因为通常你看人家 vlog 都是驾车，可是我骑脚车，我现在骑脚车去买午餐。Yeah， 那个就是我小学朋友，认识了那么多年才知道住这里，刚好买食物所以路过。Yeah， 然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凉吧，啊，满身大汗，记得要回家，回到家一定要冲凉，没有事情的话不要乱出去。刚刚补完了一堂 accounts， 然后等下还有一堂是 science， 想要睡觉，已经非常的累。So when I say isotopes, it must be the same element. 那么现在是傍晚的6:00，我就做一下功课了，然后补完上个星期因为我生病，所以现在要补完那些功课。
Too bad. 原来打算去装我的篮球架，可是下雨。啊，终于停雨了，两个小时过后，可以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刚刚做功课做到我已经要半死。现在是12:30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样子的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点赞让我知道，然后 yeah 就是这样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订阅我频道 Road to 100。Bye.